今天来到了白望山，现在都快3点了，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爬上去。这里没有人工售票，但用二维码，你可以用二维码自行购票。哇，好像下雨了哎！现在3点了，有点阴天。进来了啊！哇，这里边有点冷啊，今天有点冷。嚯，这里边还有四合院呢，这谁在里边住呢？这么清静悠闲的地方。看一下，这里好多碑文，山好像不是很高，你看就那么高，好像是从这里爬上去吧。我准备爬山了，先。哎，从哪边爬呀？是这边爬还是这边爬？先从这边看看吧。看，就是从这里爬，这里好多碑文呢。应该看那里还有猫呢，他们有人在那喂猫呢。步道331，331个台阶吗？就小意思。这有个小路，这是通哪儿了？哦，这也是碑文的地方。都是往上爬的地方，这里也可以爬上去，从这边爬，好像挺幽静的啊，这里。这边成马路了，这边应该是下山的了。我从上山的，算了，我从回去，从那边过吧，还是。我又绕回来这个地方了。我为什么今天来爬这个白望山呢？因为我来北京之后呢，发现这儿有个小山，一直想来，但是自己懒又不来。然后国庆七天的时候也想来，但是每天都晚上都睡不着，然后白天起不来，所以就没来。然后今天下午实在闲得没事干，想想还是来一趟，来一趟吧。这个山说小也不小，说大也不大啊。你看这儿有岔路了，我还是往上爬吧。因为在北京，哎呀，有可能要回去了嘛，以后再来北京不可能专门来爬这个小山来吧，对吧？所以趁现在有时间赶紧逛逛，说不定以后就不来了呢。行，嗨，我现在爬到半山腰，累得已经气喘吁吁了。哎呦，好久没有这么大、这么长时间的大费劲儿的运动了。你看下面大北京，继续上路。哎呦，真是太累了。爬山呢，还是要带着这个补充能量、补充盐分的食物的啊。因为大量出汗会带走身上的一部分什么钠离子啊之类的，需要补充点能量的，带一些火腿肠啦、咸鸡蛋啦，当然带水是必不可少啊，要补充水分。我今天来的有点匆忙，但是我下次爬山我一定要带点火腿肠，带点咸鸡蛋，带点水。我继续爬了。到哪儿了？
涉太极望儿台，这是北宋年间说是他儿子在下边给辽军打仗，佘老太君在这里看着儿子嘛。以前燕京，这属于燕京嘛，是吧？燕京那时候是辽国的地方，哎，我也没看历史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杨家将的一些书籍啊。佘老太君马上要到望京楼了，哎呀，这个山也不高，我都还不到一个小时就爬上来，6块钱的门票，不到一个小时爬到底儿。看，望京楼马上到了，上去了。上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佘太君庙。哎，我爬到还顶了啊！这边还有小卖铺，然后那边佘太君庙。看，下边就是大北京。但现在阴的天，下了雨，看不到，这边也看不到。此时此景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？就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，情深深雨蒙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又来到这个一个小亭子这儿，中国植树节。好多人在这个地方拍照，好像，但是今天天不好，你看那边看一下雾蒙蒙。这里是个拍照的好地方啊。我的天哪，这地方是玻璃的，这个下了雨还害怕呢，在这儿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后边这个山，看，水雾蒙蒙的。看一下周围，今天游客不多啊，今天工作日游客不多。山顶上还有酸枣了。这酸枣能吃啊，但是太高了没法够。当然不建议吃啊，容易被蛰到，被那个酸枣树上那刺儿蛰到。下山喽，下山了。看，来到一处，你看这好多猫，你看，那还有个猫，那谁给搭的猫窝？瞅瞅，这还有呢。山上猫还挺多。你看那儿还有呢，拜拜了，我没带食物，拜拜了，各位猫猫。你看，嘿，拦路猫，嘿，这儿还有好多鸽子，我家也养好多鸽子，他这鸽子都圈起来了，我们家那鸽子全是随便飞。看这到哪儿了？儿时山林，儿时山林是啥？儿时的山林，这给小孩子玩的地方。儿时山林，那边是到这个是黑山之户嘛，之战斗纪念。这是在施工的战斗纪念园，在这里打过仗。坑，到那个望京，应该是望京楼那个地方，这是另外一个下山的道，我没走这个道，前面还有个什么湖呢，有半公里的样子，我打算去看看，然后往回走。这是另外一个道，有好几个下山路呢，我没选择这个路。
这地图上说这有个湖，就个小水沟，这还个桥呢，就是一小水沟，可能没怎么下雨，这小水沟都快没水了。这个桥挺好玩的，这个桥啊，你看这小这也是个湖，也是个景点。把这水抽干，不知道有鱼没有。看，我现在到这个天城湖啊，还天什么湖？这里你看，就是一小水沟，还有两只鸭子。但是这个桥看起来还不错。本来我到了北门，就是以为逛完了，但是我看地图这边还有一条景，我没逛了。而且这条景村上面人好像很少，逛逛这里，既然来了，能逛多少逛多少。这就到了这个百望山的桃花源了，观桃花的地方。哎，现在也没桃花了，往回走吧。刚到这个圣母院了啊，但这个圣母院也是不让进去。看，在这个深山老林里修的这个圣母院，据说它是当年那些就是上了年纪的那些传教士休息的地方。好，从那边走了，这个下山。终于下山了，又到东门口了。那不是东门口，撤了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来这逛一下啊。